好，我都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介紹一個香港新引入仲未有好多人認識嘅韓國護膚品牌 Medi Therapy。呢個 brand 咧已經進駐咗韓國 Olivian 一段時間㗎啦，同埋好多嘅韓國明星啊、韓國皮膚科咧都有推介呢一個牌子嘅。全部產品咧都係韓國製造，佢哋嘅產品最大吸引之處咧就係佢嘅價錢超級親民啦，係學生黨，你冇乜 budget 咧都可以負擔到嘅。好似呢啲精華加埋一個美容儀咧，加埋一 set 咁樣都只不過係幾百蚊就可以到手啦。喺呢個美容儀價入邊咧，真係超高 CP 值，同埋真係好少美容儀咧可以做到咁平。咁抵，佢哋主打咧，就算你喺屋企都好，都可以有个美容院级别嘅效果，既方便啦，又弹性护肤。最重要嘅咧就系佢比起一般嘅护肤品咧，效果更加明显。咁佢哋护肤品咧有好多系有唔同功效，譬如美白、淡斑、保湿啊、紧致等等啦。咁而我今次想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佢呢一个微毛孔系列。咁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有一个毛孔问题啦，主要原因咧都系因为油脂分泌过剩，又或者系你嘅皮肤咧老化失去弹性，毛孔粗大咧唔单止望落啲皮肤。好似好差、好粗糙咁樣啦，仲要連化妝嘅時候咧都會好明顯。就算你塊面冇暗瘡都好咧，望落去都會覺得，咦？呢個人嘅皮膚狀態好似麻麻地喎。唔知大家咧為咗修毛孔做過啲乜嘢好極端啦、好黐線嘅事？咁其實我喺好細個，仲係中學嘅年代咧，咁嗰陣時咧就好流行微針滾輪啦，同埋造針。造針咧就係啲粉末混合液體搽上面，其實入邊咧就係一啲好細好細嘅微針。咁當你搽上面嘅時候咧，不停咁打圈按。個感覺咧就好似成千上萬好細粒、好迷你嘅針喺塊面上面碌下碌下嘅感覺，係都真係幾痛下噶。咁而呢一支微毛孔造針緊緻精華咧，就係造針嘅升級同埋簡易版。佢唔會好似傳統嘅造針咁麻煩，要左溝右溝啦，一支精華擠出嚟咧就可以用噶啦。咁老實講啦，雖然佢比起傳統嘅造針咧刺激細咗好多啦，冇咁痛啦，咁但係其實佢用上面第一次用嘅時候咧，都係吉吉地、痛痛地嘅。咁但係嗰種痛嘅感覺咧，就冇傳統造針咁勁、咁恐怖啦，同埋佢係可接受範圍之內。我係一個幾怕痛嘅人，但我用佢上面咧，唔會覺得哇，真係頂唔順啦，我唔用啦，我寧願唔要靚啦。同埋只要你用多幾次之後咧，就完全冇感覺噶啦，因為佢嘅微針成分純度高啦，咁所以佢效果咧會比起一般嘅造針產品更加好。再加埋佢呢一個導入美容儀咧，效果就會更加好啦。成 set 咁樣咧，先至300几蚊啫，喂大佬300几蚊，真係～學生黨咧，你都可以好輕鬆負擔到，所以佢真係好抵用。呢一支精華咧就含有 Medi Therapy 獨有技術，100% 純度嘅積雪草外鼻體造針，加上專利嘅積雪草塗層，將個刺激性減到最低，同時又可以達到將毛孔緊緻嘅效果。大家可以睇下我用咗一段時間嘅效果啦，你見到個對比咧都幾大分別下，啲毛孔細緻咗啦，真係做到佢呢個系列所講嘅微毛孔。我都建議大家咧配合翻佢呢個美容儀去使用，好方便嘅。佢係咁樣去吸喺支精華。上面你就唔使惊会整唔见啦，同埋个收纳咧都会冇咁牙位，方便啲。呢个美容仪咧系我用过咁多美容仪入边，佢最的色啦，同埋最唔牙位嘅。就算带住去去旅行，一吸上去成支就带得走啦。咁而佢嘅毛孔紧致效果咧系达到126%。你唔好睇佢细细粒咁样啦，但其实佢都有分两个模式嘅，分别就系黄灯 LED 同埋蓝灯 EMS。咁蓝灯 EMS 咧就系一个电流模式啦，佢用起上嚟个感觉咧就会比较大啲、明显啲。第一下放上面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吓亲，但系当你习惯咗之后咧，就觉得还好，就系一种好微微电流经过块面嘅感觉。呢个蓝灯 EMS 嘅模式咧，就系当佢系印仔咁样吸喺你块面度按摩啦，一下一下咁样都几好玩咁，好似细个喺度玩印仔咁样。而黄灯咧就系震动吸收模式，咁佢咧就唔会有好大感觉啦，就系震下震下咁样嘅啫。喺面上面打圈按摩啦，帮助啲精华吸收咧就 OK 噶啦。咁我通常咧都。会用完蓝灯咧，再用黄灯去令到啲精华吸收啲嘅。只要呢个美容仪加埋精华一齐去用嘅话咧，个效果就会更加好。毛孔入边3mm 嘅弹力咧，都会改善103%。除咗美容仪之外咧，我都推介大家夹埋佢呢一个微针贴一齐用嘅。一个星期咧用1至2次，你毛孔改善嘅速度咧就会更加快啦，同埋更
加明顯，同埋咧佢係可以重點改善嘅，譬如額頭啊、鼻哥呢啲特別粗大毛孔嘅位咧，你就可以攞呢個微針貼貼住佢敷過夜。佢有兩個 size 啦，你就可以貼喺呢啲好在意嘅位，毛孔特別粗大嘅位。每一塊面咧都有含有900個微針，可以將啲有效成分咧直接注入你皮膚嘅深層，達至一個即時填充嘅效果。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好適合拎嚟急救。咁如果你第二日可能要上鏡啊，新娘子但係 pre-wedding 你想真係完美靚靚嘅話咧，呢個咧真係攞嚟急救嘅小幫手。你第二日用完之後咧，啲毛孔係會更加細緻啦，上妝更加甜。如果你想上鏡再完美啲嘅話，可以用埋呢一個粉末精華。可能你會覺得好奇怪，咩叫粉末精華咧？咁其實佢就係粉狀嚟嘅，好似啲碎粉咁樣啦。可以用呢個精華之前打底用啦，亦可以化完成個妝之後咧，再喺個面上面薄薄咁樣搽一層嘅。佢嘅作用咧就係令到你啲毛孔有種乾淨啲啦，同埋提亮嘅感覺，同埋整體膚色咧都會望落白淨啲、均勻啲嘅。因為佢係粉狀噶啦，咁所以第一次用嘅時候咧真係要小心啲，如果唔係就會好瀨氣噶啦。妝後用佢咧仲可以令到妝感更加清爽，所以係好啱香港嘅夏天用。最後咧介紹埋呢一支提亮素顏霜，呢一支咧喺韓國買到斷曬貨，好受啲韓妹歡迎。佢除咗可以即時提亮你嘅膚色之外咧，長期使用咧仲可以改善你皮膚暗沉嘅問題，因為入邊咧有高濃度嘅益生菌啦，同埋專利乳酸桿菌，可以有效咁樣提亮膚色啦，同埋達至緊致嘅效果，係一支可以幫你護膚嘅素顏霜。咁如果你平時真係唔想化妝落街買一買餸，又唔想咁殘嚇親人嘅話咧，就可以用一支素顏霜啦，跟住再用埋呢個粉末精華，輕輕掃曬成塊面，個樣咧就冇咁嚇親人噶啦。呢一些護膚品咧真係好高 CP 值。如果你想改善毛孔問題，又負擔唔到美容院嗰啲咁高嘅消費嘅話咧，推介大家試下呢個微毛孔系列。如果大家對呢些產品有興趣嘅話咧，而家用我呢一個曲都可以全單減5%。我嘅觀眾咧都有免運費，同埋因為我知道睇我嘅觀眾咧大部分都係小資女啦，仲好多咧都係學生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同佢商量，不如送幾些產品俾大家試下。所以如果你對呢些產品有興趣嘅話，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對呢些產品感興趣嘅原因，因為佢哋嘅 IG 啦，同埋 like 呢條片咧就 OK 噶啦。但如果大家等唔切嘅話咧，都唔緊要嘅，直接買咧都有 discount。咁好啦，咁今日條片咧就到呢度，中意嘅話記得訂閱 like 同埋 follow Instagram，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